食天地，你我他。美食天地，咱今日邀请到咱特别来宾，我的阿良师，今嘛拢是咱固定的特别来宾，咱人客讲哦，哎赞赞赞嘞，袂歹嘞，我好，来恁的人客我拢听到恁的心声吼，所以讲一拜过一拜，恁都会当啦，学到新的料理，而且搁五星级的料理。真正有心情，真正有心情啦！哎，就热情的，咱做出的好好一锅啦，是迄个二十块钱，不然咱卖了两百块钱，两百块的迄种迄个菜色出来哈。那么咱的阿良师，哎，讲到重点嘛吼，今天你给我介绍什么五星级料理啊？应该是讲叫做煮米丸，煮米珍珠丸。哦，啊，无有煮米，有煮米。啊，珍珠是安怎来？内底搁淋珍珠粉呀？有，嗯哼。啊，无咧。吹开吼，伊单一粒一粒，啊叫做珍珠。珍珠丸，所以可能哦，小朋友啊，现在长辈是都可能拢真爱食。对啊，一个好的下午茶。真的吼，啊那怎么做？咱来跟咱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吼，做法跟咱准备材料呢。来，咱有煮米。啊，绞肉。这炖煮啦，是迄个。炖煮啦。炖煮啦啦吼。哦。啊，绞肉，一样的绞肉啊。是。啊，花枝姜。花枝姜。然后洋地瓜。洋地瓜，台语哪个？茄子。对。豆芽子。哦，豆芽籽，对，那个来肠啊，肠啊，嘿，啊，到底要安怎来做处理？这个米吼，煮米，咱这是咱即马要用方法是热胀法，所以讲煮起来吼，重点在遮，伊的热胀法，米你爱热胀会好些呐，热胀袂好，你变成煮起来吹起来吼，米心无头。我以前我捌做过啦，所以我来偷工吼，我就是像你讲，米心无头，对啊，你要来我安怎做？我是呢，甲煮米落去浸，浸水，浸足久的，但是嘛是吹起来，嘛是感觉定定啊。因为你无，伊就是吼，米无热胀，你就是要甲做，安尼是错的。啊，你即马改。咱即马咧甲做热胀法。啊，要那个看伊米有胀，伊热胀了，米你较改当捏出来，伊也无胀，你袂使捏出来。你吹起来就是变成你米心无头。啊，今仔要甲观众朋友讲，米边啊看是热胀，即马阿袂。哦，伊半透明状，最爱热胀啊！过来，你真爱有啥？我这个有可能，阮兜的饼拢放这，拢甲串起吼。咱南部遮吼，用饼放这个放皇帝豆，无这两味。对啊，就刚刚无咧食用饼对无？吼，安尼我算真卡啦。你算对食有研究。是对食有研究啦，是真正讲诶真卡味呢。很多人不晓得讲吼。假如我们变爱，搁啃瓜子，搁啃黄皮肉，真的很少了。对啊。好，咱只拢个切四丁吼。四丁哦。对。你莫切成块，像所以口感嘛，变讲咱咧食吼，变成这个成品吼，无够用。切个物件，你爱看你做啥物物件，像咱只要做珍珠丸子，你唔好讲珍珠丸子切细嘞吼，安尼就无适合嘛，对不对？珍珠丸子就是四个粒啊，珍珠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咱切个料，迄个内底实在嘛是爱吼，安尼幼幼的，啊，咱的这个胶巴嘛幼幼啊吼，啊，迄个什么，咱的迄种迄个，诶，肠啊嘛要切幼幼吼，啊，搁像咱啊老师讲恁敢好啊，阿伯，你煎时爱甲泡着，他现在还没有胀，现在目前还是不行，是，阿伯用爱甲，伊成功失败的这个秘吼，你要用喝水。啊！伊温度又搁降低，安尼搁来开火。哦，搁开火。我来尝下个虾嘞。来，咱即马摕咱导游员哥哥。导游哥哥。导游。导游哥。哎，对对。好，我摇晃一下哈。这量安尼两大匙。差不多两大匙。哦，这片也足芳啊！安尼倒来片个迄个开口。真正，迄个甲你讲，甲你外口买到迄个印油膏是导游膏是。应该是无遮顺。无可能，咱这是好顺。好，安尼抹油。抹油。哦，安尼倒啊，上面我唔免提啊。哦，啊那个办法。伊拢头先讲了。真诶啦。恁当时安那盐足贵呢？恁当。哦，这唔通搁下盐嘛？会伤。恁当胡椒是足贵啊。这甲胡椒无关系。真诶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无必要你唔免提。嘿，伊因为伊个开口吼，伊鲜甜味，我是无咧鲜甜味拢会造成。吃原味哈、嗯，那但是衰咯。对对对，啊你也当讲哦，这一点咪讲，你也当啊炒起了吼，去甲冷藏，啊冷冻一下吼，啊包开吼，搁较水。哦，你也很。对了。安尼我感觉搁下啥物？对了。哦，出胖了吼。出胖。啊，我到印尼搁赚。来，过一会，过快一会。
会。咱搁差不多默数二十秒。好。十九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。好啊，过分。老师，我念到十六名，明明就四六名，说话。会使啊。哎咻！哎咻！哎咻！啊，重点来讲，米你免浸，慢慢洗。你浸落吼，浸落洗落无吼，伊米会断，你看咧米拢规条好，拢无断。来，阿青爸哥吼，咱也是来到机会要倒去吹。对，伊这盘内底吼，你先来甲抹一下。好，阿姐，咱用火甲做。要做做咧。阿姐嘛，咱来两两互助。怎么煮？我这么电完啦，阿你在底下。你用笔呀？呀。好。阿你唔通惊烧啊？应该是袂烧啦。我袂惊烧。阿你用笔，阿这手爱用笔，阿一边拢爱下笔的，两边吼，伊手拢有笔啊，阿好伊火煮到四十四。火烧烧烧。老师，你写哪派一块给我啦？你讲袂惊？阿你好不？哎对。好的。纯手工的丸子，看一下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然后现在把坑的去吹哦。啊，你爱吹多久哈？我吹二十分。哦，十分哦。啊，今麦你要创啥？我今麦来摆盘。摆盘？嘿，家你去吃龙虾。哦，龙虾。对。真呀？真啊。这里哎，你学无加钱哦，哈。去吃龙虾哈。你唔当去吃是一只草虾呢？真正龙虾，看清楚，安尼，嘿。哦，目睭。无，这是龙虾的手，长的。长的。今仔咱用这啊吼，要做三片，这嘛三片好，对吧？安尼，哦，龙虾还有尖尖，龙虾有砍。九十度、四十五度啊，这嘛是，然后吼，一个拗开，一个拗开，一个个拗开，一个拗开，手个倒嘞，好，用个夹。我够神奇的啦，好棒哦！好，咱今嘛来三盘。好神奇哦，咱给你看两下呢。等下咱等二十分了吼，再来迄个做迄个咱的这个盛盘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哈。稍等一下哦，啊，今麦只有剩十五分呀，过十五分我们马上回来啦。珍珠丸子好啊，来，哇，真有够香诶！哇，看起来真好吃诶！哦，咱今麦开始夹白，白咱的龙虾只，哦，咱的，哦，佮配上咱的龙虾。完全的观众朋友，你敢无起来啊？这么简单，这么好吃，感谢咱台中市大家拢知迄个五星级的料理来哦。我咱爸爸妈妈会当啊经验交流，做一款无同款的，会当呢顾着咱全家伙啊享受我们天伦之乐哦。感谢咱今天美食天地循环，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见了，感谢咱台中市，谢谢。